今次八字就要碌屎喎，我哋要上堂。咁係啦，八字好深深個風箱好多噶啦，派咗碌屎先啦嗱。好，你嘅。我要黃色。你嘅。多謝。你嘅。我係綠色。跟住喎，你救援我。唔係全部嚟噶喎，即係開始嗰少少入門嘅碌屎嚟嘅啫。嚇，呢度係入門㗎咋？係啊，你好厚上去睇下。哇，如果學到上去咧，可能起碼多，我諗好多倍啊。好似字典咁多啊！ 我以前寫好似十幾萬字啦，十年。你睇啲書咁密密麻麻。咁呢本書咧就咁厚嘅，睇都要睇一年喎。哦，誒，我唔係要正式教咧。如果我哋咁樣上堂咧，係要教兩年。但我哋做乜嘢學八字啊？突然。學八字就有用啦嗱，婚姻。喂，可以睇到幾時結婚啊？唔係婚姻幾時有結婚趨勢啫？ 靠唔靠到老公老婆？食唔食到软饭？异性有冇帮助？因为异性同老公唔同噶，异性系识男朋友，老公系签字，咁男人一样啦，系咪？异性同老婆两件事嚟噶，有啲人异性有帮助，老公冇帮助，咁虽然唔结婚好啲。一生人高低起跌，运气知道啦，个个睇呢个啦。身体有咩特别部位有毛病？ 靠唔靠到屋企？早上有冇富贵父母？子女有冇帮助？咁整好唔好？咁呢个学啦，我哋快啲而家上堂啦！仲正过，仲正过，仲正过风水啊！睇睇啦，快啲学啦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咁观众，你哋好，风水你就学完啦。如果好有兴趣又学得识嘅话，哇！呢次更上一层楼，开始教你八字啦。 不過八字你真係要好勤力嘅，會深個風水一百倍都唔止啊！同埋呢個八字咧，由零開始教到你係金木水火土啊，五行相生相克，五行相生相克啊，足用神啊，咁初步就教到呢度啦。如果學到落去嘅話，咁我叫導演，再開埋中級班啦。我哋而家開初級班啫，不過因為八字非常之深，我哋好多資料性嘅嘢咧，你一 個mon度見到咧，記住要click低佢或者影低佢喎，因為資料性嘅你唔影低咧，一路學上去嚟講，你温習時候就温習唔到噶啦。嗱，如果準備好紙筆同手機，而家就開始上堂啦！上堂啦！又係我哋啊，師傅。又係你哋，咁都好，因為你有個根底學咧，就容易啲嘅，唔係就坐啦，開始正式教啦。好。 万物由冇到有，叫无极生太极啦，系咪？太极阳气上升，阴气下降，就太极生两仪咯。两仪阳极阴生，阴极阳生就两仪生四象。咁四象呢次唔系化做八卦咯，唔系学风水。四象化为五行四时，阳系夏天属火，阴系冬天属水，阴中带阳。 就係屬木春天，陽中帶，因為屬金秋天，知唔知點解唔見咗個乜嘢啊？土。嗱，原來土咧金木水火混合就成為一土咯，所以土係無處不在嘅，所以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而且呢次唔係生八卦咯，係化為五行四時。咁嗱，木五行四時係咩啊？木係代表春天火。 系夏天金，系秋天水，系冬天。你而家明易容易咧，系咪？土咧就唔喺中央咯，春天系一、二、三月，夏天系四、五、六月，秋天系七、八、九月，冬天系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咁原来一、二月属木。 三月属土，四五月属火，六月属土，七八月属金，九月属土，十月属水，十二月属土。所以无论春季、夏季、秋季或者冬季，都有土嘅存在嘅。咁土咧系春天木气未尽。 火氣將至，間雜之氣咧就叫做好。夏天一樣啦，火氣未盡，秋氣將至，秋氣未盡，冬氣相至，冬氣未盡，木氣將至。總之你記住三六九十二就叫做好啦。
記唔記得十二地支啊？記得。嗱，又同你温習下啦。一月係咩月啊？有冇學過啊？人月。咁犀利！我諗你哋全部唔記得。記得。嗱，人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、子、丑。知唔知點解要咁樣排啊？因為跟分一下，跟分春季、夏季、秋季、冬季，一二三月四五六月七八九月十十一十二月，咁呢個就係辰戌丑未係土。嗯。咁你要背落嚟，記住基本嘅知識就係人係木，卯係木，辰係土，巳係火，午係火，未係土，申係金，酉係金，戌係土。亥是水，子是水，丑是土。嗯。但其实呢样样都分阴阳的喎。首先你要理解阴和阳啦。记不记得风水教过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啊？阴阳是。不要那么复杂啦，现在用在人身上。原来呢你由出生一路去到这个壮年的时候呢叫阳的喎。嗯。即是你哋都是阳啦，咁我就打倒褪啦喎。你阴啊而家？系啦，又壮年，系啦，又壮年，一路去到晚年衰老死绝，呢个叫做阴啦。嗯。所以我哋有长生无欲，官大临官大旺，衰病死无绝，咁就一路一个过程。嗰、那个过程唔系讲嗰个人啦，讲个五行啦，五行都有旺衰嘅。嗯。咁春令系木旺，夏令系火旺，秋令是金旺，冬令是水旺。咁跟住要做功课啦喎，嗱，即刻要写啦。嗱，我哋有旺、上、生、忧、死、丑、丑、死。咁你就唔准睇嗰个咯喎，唔准睇碌屎，我哋睇一板喎。嗯。跟住攞个八字要自己做喎。当令为旺，旺者所生。为伤生旺者为忧，黑旺者为旺上忧，愁旺者所黑就是死。嗯。咁就解释一次了，当令为旺，譬如春天是木旺，夏天火旺，秋天金旺，冬天水旺，霜呢，譬如我春天是木旺，春天啦，木是生火的，火呢，这个就旺啦，火就是霜了，就是相当不错，相当的力量。忧呢，生旺者，春天木旺，生旺者呢，就是水，水生木了嘛，水就是忧。咁春天木旺，黑旺者是什么？金。金就是囚了。大佬，我当时得令你走来黑我，我梗系拉你去坐监啦，系咪？咪囚了。旺者所黑就是死了，因为当令的人黑过，要黑你，咁你就冇得走啦。嗱，呢个旺上旺上忧囚死，春天木旺，火伤水忧，金囚土死。跟住你要做咩啊？做埋夏天、秋天。夏天、秋天、冬天啦，梗系嗱，咁啊要坐一坐，你又早做功课先咯。咁各位观众一齐做功课咯。嗱，有基本资料，当令为旺，旺者所生为伤，生旺者为忧，黑旺者为囚，旺者所黑为死。春天木旺，火伤，水忧，金囚，土死。嗱，咁你哋慢慢做咯。好。广告翻嚟，揭晓答案。寫咗嗰幾句先，我又寫錯。當令為旺，當令為旺，當令為係啦，係啊，當令為旺，你寫喺旁邊先。當令為旺，旺者所生為傷，身旺者為憂，黑旺者為囚，係啦，旺者所黑為死。所以你逐個喺度對嘅要，所以大意啊唔得噶，人哋揾你算命一大意你就算錯啦。所以我都冇諗住做算命。啊，你唔係好有興趣學咩？啱啱有興趣學同
做算命兩樣嘢嚟噶嘛？咁你學咗，你有冇啲學生學咗而唔做算命㗎？學咗可以唔做算命，但學咗你都會幫人算噶嘛？追啲古靈精怪怪嘢嘅人，佢個諗法同啲世俗嘅人都有分別嘅，所以咁多唔要細路仔，所以唔係做呢行冇細路仔。